咁我而家去緊深水埗曬相同埋買菲林啦。咁之前咧都有人喺 DM 問過我咧，究竟我啲菲林相喺邊度曬同埋邊度買啦。咁我影菲林相初頭就喺 Shawa 度做曬所有嘢嘅。咁但係影耐咗之後咧，就發現其實有其他鋪頭咧都做到同樣 quality 啦，但係就更加平。咁我而家去緊嗰間咧喺深水埗啦，叫 Megatony。咁如果有影開菲林相嘅咧，應該都知道是哪一間的。那我覺得他曬相曬得挺好之餘呢又便宜啦，同埋他的 staff 真的很 nice， 所以呢我自此呢都沒什麼再去過 Shawa。 好，但是現在去深水埗之前呢我就要去一入遊先。這個月上網換七次換那個 sell 的禮品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這個月之內唔係做咗下個月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即係睇如果你有積分夠咧，佢七折可以換嘅，換嗰啲禮券嗰啲。OK OK， 好，唔該曬。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OK， 而家跑車啦，希望冇人抄牌啊！好彩我喺隔篱街揾到位啫，而家行过去系两分钟都唔使。跟住我而家要跑过去，因为我而家剩翻一个钟啦。跟住我晒完相之后，仲要揸翻去屋企，跟住再出去荃湾补习，所以希望唔好迟到啦。我好似唔系啊，揾到啦我，到咗啦。帶咗相咧，應該要一至兩個工作天之後先有得睇嘅。咁但係你哋就唔使等啦。去呢啲咧就係我呢個零兩個月影嘅菲林相啦。我用緊 Portrait 160。咁我中意佢嘅原因，因為佢啲 grain 好細粒咧，同埋佢好柔和，佢好啱我影 Portrait 啊，或者影啲日落啊嗰啲咯。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影 Golden Hours 啊，或者中意影啲大頭大光圈嘅嘢咧，都可以試下呢只菲林啦。咁樣，咁而家咧，3:12，我仲有18分鐘要翻到去荃灣，跟住要去補習，咁就 let's go。其實我已經高緊，其實已經揸緊嘅啦，不過咧停咗紅綠燈喺度講兩句咁樣。我啱啱排完車之後即刻跑出去啦，跟住我已經遲咗3個字4個字咁樣噶，跟住我同佢講話，哎呀遲少少啊 ，sorry 啊咁樣啦。點知佢覆我嚇、啊，今日我請咗假喎咁啊，跟住原來今日係唔使補嘅，我仲要即刻跑翻嚟黐線。咁我啱啱咧就上翻屋企換件衫啦，跟住而家距離下一個補習學生咧就仲有半個鐘，咁所以我諗住喺呢度玩陣航拍，跟住先至過去。再幫另一個學生補啦，咁唔知呢度俾唔俾放航拍，但係應該冇人理啩。
前想講，啱啱呢部嘢翻嚟嘅時候仲有 12% 電啦，跟住我諗住夠啦，點知佢行到翻嚟一半咧，佢跌咗落水咯。即係佢唔係跌咗水，佢係揩到水咯。你見到佢呢度有啲水滴喺度，黐線！我以為冇咗咯，跟住佢自己彈翻起身啦，好彩。即係我見住佢跌落去，跟住撳極個 control 都冇反應啊，嚇死我！黐線。跟住諗住翻屋企食啲嘢，跟住再去 gym， 但係發現咧，我媽喺附近玩緊 skateboard， 跟住同我老豆一齊玩啦，所以我而家就決定過去 join 佢哋，睇下佢哋玩成點，可能等我教佢哋咁樣。你好。搞咩啊？佢捉住你咁好嘅？你推得，我同踩單車冇分別噶，真係咁正。我話拎嗰隻手出嚟啫嘛。哦，我同踩單車完全冇分別噶，好正喎、啊。爭住一個波咁解啫嘛。我哋連轉彎都唔使控制咁滯啦，你幫我控制埋啊。係啊，幾好啊，正。用了一個零鐘差不多做完明天要 present 的事，那現在是10:03，我現在就出去做 gym， 好彩我裝了一張新 gym 是24小時，那我就不用怕太遲了，但是明天我還要上早，就是要6:00起身，所以我都應該不會 gym 太久，但是都要動動一下身體，所以要過去了，好彩葵芳都近，就是揸車過去10分鐘內應該會到，咁起碼都做翻2小時先走啦，應該。所以今天應該都是 focus 在 chest 和 shoulder。
專門得學，但其實而家唔係好夜，而家係11:00啦，但已經冇曬人。我想講喺澳洲個 gym 咧，都係其實去到11:00就完啦，即係我中學校嗰個 gym， 咁係超級唔抵咯，最勁貴啊！跟住我想講香港有啲24小時 gym 咧，真係你可以做到凌晨去食個宵夜，再翻嚟再做一種，真係好正。如果喺澳洲揾到個咁嘅 gym 咧，我真係日做夜做，話你聽，真係好正，黐線，真係冇人咩 ？Oh my god！繼續做先。即得我自己喺度做。喂，未生好。Okay。 我翻屋企啦，遲啲再見。Peace。